今天我要派给你们你们上次的考试卷，全班最高分，刘文俊同学40分，罢了。想不到我竟然是全班最高分的，谢老师啊，唐小姐，40分，40分的考卷全过，你们真的是差。最高，我们讲全班最低。李志浩同学，全班最低1分。And his name is John C. 老师。妈，我来等你。9分。快点！老师，我就是做不改名，走不改姓，一表人才，面树临风，身材好棒棒。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分数？你多我2分好不好？小雨哥。前天不做功课，扣你分的啊！我不是扣啊，反正我不是最低那个。好、哦。记录保持不变啊，不错不错。喂，哇，怎么可以考到这样低分呢？哇，这样低啊！老师，怎么我答案跟他一样？他对我错了，不公平耶！哎呦。送给你啊！再看。